Ben Davis， 再回到双腿手上，往内再进去，投了一个 airball。哇，Harrison拿到，这阵子有一套啊，攻守方面都有一些表现啊。Ben Davis 外线空档出手没有投进，哇，有 Harrison 再来一颗，引来全场欢呼哦，球迷对他的一个 hustle play。应该想说 smart play 啊，因为他打的三分很臭，对，他的下手其实是蛮巧的，不过还是。